己随便吃吗？哦，随便吃是要吃满满的偷懒料理吗？我的料理哪里是偷懒料理啊？露莎小心点，妈妈。偶尔叫个外送来吃好吗？哦，我也想偶尔叫个外送来吃。爸爸要做什么嘞？这个嘛，今天很热，所以清爽的东西比较好吧。像爸爸的钱包一样清爽。就是啊，我的钱包总是那么清爽。哎，不是啊。中华凉面。哇，凉面！仔细的想一想，今年夏天都没有在外面吃过饭呢。中华凉面很简单，所以偷懒的妈妈也能马上做出来啊。不是，我想吃的是街上的中华料理店做的招牌凉面啦。开在街上某个角落的普通中华料理店的凉面，有哪了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它，就是这个。每家店的配料都不一样，切成细丝的爽口小黄瓜，金黄色的蛋丝，再加上煮的爽脆的豆芽菜，更不玩儿。还有不是叉烧肉，而是火腿丝。我觉得叉烧比较好啊，要火腿了。另外还有冰镇过的 Q 弹面条，淋上冰凉的醋酱油。凉爽面条通过喉咙的那种清凉感觉，真好吃。怎样了？我也变得想吃凉面了。那今天就决定吃中华凉面吧。这样吗？我知道了，中华凉面到八月底为止就不卖了。我跟爸爸的夏天已经结束了。一听到人家不卖，就变得更想吃了。我也是，人家越冷落我就越喜欢人家的类型呢。去街上的话，也许可以找到另外有卖凉面的店。我们马上就出发。就是这里，这里的中华凉面是极品啊！走吧，小心。中华凉面买到上星期就结束了哦。这样啊，那我们下次再来。就这样。这位客人，我们家的汤面也很好吃，叉烧也不错。今天推荐的是滑蛋烩饭和饺子套餐，也很好吃哦。我今天只想吃中华凉面，所以不用了。别担心，去下一家吧。这位客人。这家怎么样？爸爸，哦，就是这里，欢迎光临。哦，大哥哥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！不好意思，找到了。你们今天想吃什么？中华凉面。很抱歉，今天已经不卖了。可是那个客人不正在吃吗？那是最后一份凉面的。既然这样，就把门口的宣传单撕掉，可以吗？那是一整年都贴着的啊。因为玻璃正好有道裂缝。我记得车站对面应该还有一家才对。我好像有点累了。哦，就是这里。爸爸等等我了。请问一下，还有中华凉面吗？那个，我们是卖杂货的哦。对不起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已经卖完了，已经卖完了。今年已经不卖了，已经卖完了呀。中华凉面应该还有人卖才对。爸爸，我已经变了啦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居然让孩子饿成这样，还执着于中华凉面。我竟然把中华凉面这么沉重的负担硬加在小新身上。可是我真的好想吃凉面啊。不行，儿子的肚子已经饿扁了。爸爸，小新，对不起，我们放弃中华凉面，吃别的东西吧。吃汉堡也可以吗？是吗？吃汉堡吗？要不然我们就吃某某园的汉堡好不好？我最喜欢某某园了。
那里卖的汉堡不但分量十足，而且充满肉汁，非常好吃，对吧？吃那个的话，就可以对中华凉面死心了。爸爸，我们快去吧。好，马上冲去摸摸园。已经变成干洗店了。这个意思是叫我们不要放弃去吃中华凉面吗？小心，你愿意妥协午餐随便吃一吃吗？我不想吃火鸡了。没有错，说得好，彻底长出中华凉面才是男子汉。这么辛苦找到的中华凉面吃起来一定很好吃。我会加油的。小心，爸爸。出发，去找中华凉面吧。去哪里呀？南边了。如果去温暖一点的地方，能吃到凉面的几率就会提高很多。无论天涯海角，我都会跟着爸爸。到底要走多远了？总之继续往南走。一鼓作气，竟然来到了八朝市啊！都到祁玉县边境了，应该会有吧？这前面好像还有一家。爸爸，我已经到此为止了吧，不能让小新继续饿肚子受苦了。小新，这是最后一家了，如果没卖的话，我们就死心吃其他东西吧。是遵命。哦，爸爸，绝对不能空欢喜一场，也许是又忘记撕掉了。谢谢惠姑。请问中华凉面还有在卖吗？爸爸，小心，成功了。我们快点吃饱就回家吧。哦，要点什么呢？我要一碗拉面。我觉得好冷啊。我要中华凉面，要大碗的。好温暖呢。爸爸，冰凉的面条好吃吗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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